下一位梁家杰议员，主席，其实咧，你都记得啊，最初咧，政务司司长咧，佢就话系会根据土地收回条例收晒啲地翻嚟，然后拎去拍卖嘅。咁啊，跟住后来陈茂波局长咧就话唔系嘅，就系咧就要即系可以换地啊咁样嘅。咁后屘先搞出呢个4000平米嚟噶嘛，系有渊源噶嘛。所以我希望马副局长咧答嘅时候咧。一定唔好忽略呢一個嗰個歷史背景，咁所以我諗頭先財委會嘅委員問得咧係擲地有聲嘅，因為點解你要定喺4000而唔係4500又唔係3800咧？而家你咁樣做法咧，即係令到嗰啲原本冇囤地喺嗰區嘅人咧，係完全不能染指個發展噶嘛。如果從政策根本嘅構思，我哋本會係唔同意嘅，我哋何必要嘥錢嚟到俾你做前期研究呢？係咪真係倒落鹹水海呢？呢個係我一早指出，主席係唔邏輯嘅地方啊嘛！即係我哋而家問啲問題，全部都係相關嘅，我亦都覺得唔係好多委員咧係重複緊，因為個問題就係、如果我哋係從一個好根本嘅政策構思同埋政策嘅方向嗰度，我哋係不認同。行政機關嘅做法嘅話，我哋今日係唔應該批錢噶嘛？個理由就係咁樣嘛，所以4000平米嗰度俾個機會馬副局長再講清楚啲。如果頭先你係未係諗清楚，頭先我講出嚟向你指出個歷史背景，就係林鄭同陳茂波嗰個分歧，然後定出4000米嘅，你而家答多次啊嘛，主席。好，政府答多次。主席多謝。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公眾參與裡面，我們就個可行性，我們收集了不同的意見，在考慮了公眾的意見和確保了新發展區可以按著時間表如期落實，所以我們在第三期的時候，公眾階段的公眾參與諮詢就展開了，也提出了這個傳統新市鎮發展的模式作一個加強版的做法，就是今天所說的，即係可以申請一個土地嘅換土地交換嘅做法，呢個係響嗰階段做出嚟嘅，係多謝。